车加速往前冲，没打方向灯，直接鬼切超车，夸张的来了。下一秒竟还直接从外车道违规左转，完全没在管路上还有其他用路人，危险到爆！ 夸张的场面出现在台中南门路与台中路口，民众行车记录器拍下，这部公车从远处就一路开快车。当时大年初四是在赶什么赶？警方说，公车明显两项违规，可以开罚。第一个练习要方向灯，请轻才低于1200元以上，3600元以下，往外切驶入内车道，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。南投也有危险场景，自撞啊！ 轿车要下国三民间交流道，突然间匝道宛如障碍赛，右边一台车疑似自撞，打横停着不动。只见驾驶不断挥手示意，但没打双黄灯警示，路中央还有掉落的保险杆，后车驾驶差点来不及闪，吓到狂飙出口。要是真的反应不及，恐怕会撞成一团，后果可真，不堪设想。记者曾伟翔、林世新、王世涵，台中南投采访报道。 来科普一下哦，这个水神呢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哦，不会感染，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，所以小朋友、孕妇也适用。万万水神呢，不伤人体，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。如果不够用的话呢，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。